某品牌时装的秋冬新款发布会在北京盛大举行，何润东、苏有朋、邓超、李冰冰、范文芳等娱乐界重头人物纷纷出席。何润东、苏有朋和邓超三人还在这次发布会上表演了走秀。毕竟是第一次走秀，苏有朋和邓超都显得很紧张，步伐和表情都不是那么的自然。相比之下，模特出身的何润东就显得十分的自如。我一直感觉自己不是很到位，然后我回到后台，我是不是想我然后走到中间，我想坐下来，就是因为我走秀来说的话，我跟那些 model 可能差太远了。因为大家都比较熟，老朋友了，他们在那里那个鬼叫鬼叫的时候呢，弄得我很想笑场，可是又要忍住，所以脸就会，我觉得表情就会有点不自然。可是看到好朋友在下面那个鼓噪，我觉得还是很开心。而台下李冰冰这次却成为一位热情的 fans， 无论台上苏有朋超动作有多么的僵硬，都能够得到他热情的掌声。都很棒，有朋比较儒雅，然后邓超比较严谨，然后还有那个何润东吧，比较帅气。点评的非常到位，而且我觉得男孩子不管你再帅，都要懂得为自己增添一些魅力，比如说拥有独特的个性，你觉得呢？啊，独特的个性，那我的独特个性是什么？我觉得你可以先学习一下。你不要想半天好不好？你先学习一下，因为接下来呢，我要为你介绍一个非常拥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女演员。